随着手机影像系统越来越强大，部分偷懒的自媒体甚至拿它当便携的摄影机使用。但三轴物理稳定终究跟手机的稳定不是一回事儿。今天短视频创作成为潮流，手机稳定器的市场就此打开。大疆前段时间发布了 OSMO Move 3，以699的价格猛打。虽然我们第一时间购买了，但体验视频一直搞到现在。智云最近也发布了号称最小的手机稳定器 Q2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碰一碰吧。Q2 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又粗又精致，全金属机身很有质感，手柄类肤质处理，品质感远好于大疆的全塑料设计。但金属的弊端就是重，大疆重406克，而它足有443克。大疆有人体工学的考量，握起来很舒服，但却站不起来。Q2 可以站起来，但握着有种实心钢管的感觉。在物理交互上，大疆保留了扳机键以及变焦滑杆，交互上更加顺手。Q2 没有扳机键和变焦滑杆，无法手动变焦，但手机镜头不是光学变焦，个人觉得倒无妨。Q2 最大负载260克，因为采用了传统三轴设计，所以各个方向活动范围较大，但拍摄时容易挡到光学镜头，这个可以变一下手姿来解决。大疆采用了斜角设计，最大负载230克，稍弱一些，广角镜头无遮挡，但俯仰角度有限，不能拍出像智云这种盗梦空间的效果。这两种设计各有取舍，你觉得哪一种更好呢？稳定器好不好，关键还看效果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视频。抖动过程中两者防抖效果不错，不过上下颠簸还是不能很好的消除。跑动过程中大疆智云就有些力不从心了。智云的 APP 比较简单，比手机自带相机多了一个跟踪功能，不过相较于大疆的跟踪功能还是要差一些的。大疆的 APP 相对完善，可以切换手动模式，修改 ISO 快门角度啥的，还能套模板拍摄，两者都自带编辑软件，转场、变速、滤镜啥的都有，这个对小白用户非常友好，可以拍完直接在手机端编辑发布。但相对于更专业的需求来说，还是电脑上编辑更稳一些。在收纳方面，大疆可以折叠起来固定三轴，可以直接塞背包里，很便携。Q2 只有横滚轴有锁定装置，裸机携带腰头晃脑的让人很不爽。建议智云在下载产品的工业设计上，可以借鉴一下大疆的机身卡口方案。收纳包方面还需要智云花点心思做一下。 Q2 的手机夹是可拆卸的，但这个拆卸过程有点费劲，可能是我业务不够熟练。都是 C 口充电，智云2000毫安可拆卸电池，续航13小时，充满需3小时。大疆2450毫安内置锂电池，续航15小时，充满需要2小时。所以大疆用一天没毛病，智云更加适合换电池连续作战。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两款稳定器吧。大疆 Move 3塑料质感，携带轻巧，功能全面，产品整体上更加成熟，价格上也相对便宜一些，建议相对硬核的专业玩家选购。智云 Q2 小巧便携，金属机身质感强，支持盗梦空间效果，电池可拆卸设计，可以连续作战，适合小白和高强度用户，建议优化一下人体工学，增加一些可玩性选项。这台智云正在杨慕辰的微博进行抽奖，快去试试，万一就是你呢。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，欢迎长按点赞，一键三连，祝你又帅又有钱。我是小胡，我们有缘再见。